现在的媒体真的很难满足。什么样的营业会让你觉得说比较困扰？就是可能我发自内心的跑出一个念头，说我真的做不到啊！现在让我突然给你尬一段舞，我真的就是，我就会跟你说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求求您了。比如让你撒嘴，给你撒娇，你能做到吗？撒娇吗？可能不太能行哎，现在。但是吃薯片是可以的。那勉强答应吧。